我喜欢那个状态，坦白讲，就是所谓的等同于真实的一个情境。它不是真实，它是我们制造出来的。但是制造出来的这种真实，基本上是等同于真实的。我的感觉，它这种氛围，这种画面是可以永久的，你知道？这是我自己常年这样拍片的一个习惯，跟克服问题所累积出来的了。坦白讲，